大家好，我是阿信。然后那个又是隔了好多天，那个蟹笼没收了，现在出去收一下了。那个太长时间没出来收了，你看这个海苔都长这么长了，现在开始收了，啊，希望有好运了，看看有没有好。哎呦，第一个上来就啥都没有，里边都没饵料了，那个蟹啊、什么鱼啊都不敢进来了。哇，两只大石头是大石蟹哦，这两个可以啊，挺大的，哦，个头挺大哦。一个差不多有个三两左右，这两个可以，这个都没有，你看这里面就剩个壳了，这个蟹都没用，这个用上放掉，这个带籽的就放掉。空碗要继续装饵料进去哦。几个也是小蟹，喂，这往上来一条鲷鱼哦，可以啊，有个半斤左右白鲷，浮啊，个头挺浮的，差不多半斤，那这条先放船舱喽，可能是时间太长了，经常空网，看来今天收获不咋的。啊，那没办法，全是空网。那水里哦还有点急啊，几只蟹。那心里想着能够上来一条石斑的多好。啊，这里面。一两只还可以啊，你的时间长了都死在里面了。哦，这个没有，在里面脱壳的，就刚才那个扔掉那个壳脱的，那个还软软的，你看，很软软的，没啥菌，这个软壳的。来，又是一条白鲷哦。还有几只，两三只石蟹，小鱼苗，一个小的放掉，一条又是一条，五六两，这条可能有点受伤了。哎呀，真的啥都没有哦。这今天来搬个八卦来。其实啊，时间放太长了，啥都没有。下边不知道勾到什么东西了，拉不上来。哎呀，那是。哎，太沉了。最后一个，就是蟹。那收完了，今天就啥收获也没有，一点点，还不够油本了，那现在放别的地方了。
今天就抓了这一点，点亏哦，就两条那白鲷，一条还半死不活的，然后一条就可以哦，然后就几只蟹啊，一个这几个小的蟹就放回去哦，没用的，这种蟹不好吃的，然后就两条鲷鱼哦，就这样。今天就收获这么一点点了，那没办法，有时运气好的话就收获多一点。视频就这样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